收看上官网说球。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比赛是，哎呀，中国队进球了啊！进球的队员是18号杜月辉，太帅了啊！中国队的开场5分37秒就进球了。好的，回敲，看中国队直接的出界了。马来西亚队继续回敲，好的，门将，马来西亚队的门将，中国队开场啊，这么快就进球了，踢得非常的棒啊！让我们跟上一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现在马来西亚队回击，一定要小心啊！